一是全力开展核酸检测，围绕新发地有关人员的环境开展核酸检测工作。13日在新发地设置现场采样点5个，联系第三方检测机构2家，紧急抽调来自医院、社区、卫生服务中心、疾控中心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骨干，全力开展检测工作，共采集人员样本8186件，截止目前已完成5803件咽拭子样本的检测工作，目前均为阴性。已对周边小区4.6万名居民全部进行核酸检验，共设置了核酸检测站点24个，目前已检测1.8万人。